但是，这场大会还是讲终于来了，彰化和美镇街头被挤爆，全是要来看韩国瑜。 人人都想近距离看看这个超级人气王，还有人狂喊要他选总统。人多到让市长寸步难行，得由四五名工作人员架着一路往宣传战车移动。 短短二三十公尺的距离，韩国瑜走了快10分钟，实在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终于上了宣传车。这么优秀的陈房出来算。 人嘛是一表人才，我看你边我都拍死，你看这个人又老又丑的，看到这个又有个笑脸，有个眼倒的。为了帮柯晨芳立委补选拉台气势，韩国瑜马不停蹄从台南谢龙介的场子赶到彰化和美，情意相挺，要当最强助攻手，高喊彰化也要发大财。 喜欢韩国瑜，韩国瑜发威强度不减反增，连90岁阿嬷也坐着轮椅要来感受韩国瑜威力。原定要走进周边黄昏市场，但可能考量现场上千支持者人数过多，韩国瑜临时取消行程，和美快闪半个小时，最后改由车队扫街，但依然不减彰化韩粉热情，人气红不让。韩国瑜，台湾欢迎你。中部综合报道。